全 Subnautica 里面最棒的东西，你按下去的时候，它那个音效很棒。玩过的人、用过这个人应该知道在说什么。它有一个很酷的音效，像是大概像怎么样？我很难描述，但它有点像那种咖啡咖啡的，像那样子的音效。咖啡咖啡的。